大家好，我叫 David 张，我是杜肯的学生。大家好，我叫 David 张，我是杜肯的学生 ，major 是 business management。我觉得杜肯是个非常漂亮的学校，然后现在中国学生越来越多了，然后你不用怕担心孤单，因为来到杜肯以后有很多学长学姐会帮助你完成一切你觉得有困难的事情。那我觉得整个杜肯呢是比较一个悠闲的学校，然后你想看那边没事你就在这儿打打球啊，然后学校有各样的组织活动，像兄弟会姐妹会，然后不同的骑社运动社，然后总体来说是个很好的学校。大家好，你们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个喷泉呢，应该是我在杜肯最喜欢的地方了。整个 A Walk 呢是比较休闲涣散的地方，每天你如果吃完饭或者有心事想散步，这条路是非常适合你的。然后因为我本人是个基督教，所以后面的教堂呢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整体来说，杜肯是个非常美妙的学校，而且它的优势在于离 downtown 很近，因为整个 Pittsburgh 的 downtown 有很多的大公司，很少大三大四做 internship 的时候，这些公司都会派人来学校给你负责工作 internship 的东西。